燃烧热量，动出好体质。欢迎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今天的目标呢，是针对跑步的肌力训练，希望可以增加你所有关节肌群的运动效率，甚至呢可以避免运动伤害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动吧。好，让我们开始操作暖身运动。好的暖身呢，会让你的心率拉高，甚至呢会让你的肌肉在运动过程中事半功倍，避免运动伤害的发生。那我们准备开始，先针对你的大腿后侧，右手扶着你的大腿，左手慢慢的往前，哦，不做太多静态的支撑，哦，稳定的往前移动。我们目标操作十个，哦，请注意呢前脚脚跟稳定的推地板，脚背记得勾起来。以上啊就做吐气的动作，再做两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针对你的臀部跟大腿前侧，抱起来，轻轻的往外打开。操作过程中都是有节奏的，不要让自己停太久，保持上半身稳定，没有太多身体的扭转。我脚一打开，都会注意吐气的动作。好，目标还有四个，把你的关节打开。你会需要把关节打开，这样的动作呢，会变得越来越有效率。好，十个完成的时候，准备做一点简单的弓箭步的。好，把你的前后脚打开，但我们还是热身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脚拉太大，保持前脚后脚舒服的90度，右手保持打开，我们稳定的做完五下，一、二，上来做吐气，前脚保持在90，四、五，好，换腿跳脱，前90后90，好，左手慢慢的打开，保持你胸口有力，腹部有力。五下，一，吐气往上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好，完成之后做一点简单的转身，双手呢，请你交错放在你的肩膀，左脚一样往前，保持在90-90，转身，一样五个，好，动作范围一样先不大，把你的脊椎扭转开。五，换边，前后对齐，记得角度稳定，下去转开，吐气，三，四，吐气，五，吐气，五下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做一些速度稍微快一点暖身。那在操作的时候呢，特别留意移动的过程中。摸到你的脚尖，甚至让自己开始蹲得更低，背还是打直的。目标十个，我们还有四下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请你准备把你的双脚保持伸直，哦，两手可以叉腰，稳定的往前跳。好，把你的双脚往前。好，我膝盖都没有伸直，但让你的大腿后侧慢慢变热。好，心跳有点拉高之后，稍微原地走一走。好，我们开始做开合跳，但是我们手不做移动，请你手叉腰。好，时间不会太久，我们还有五秒钟。好，完成之后啊，稍微原地走一走，动一动。下一个目标，我们准备做一点比较大的扭转，请你把你的左脚呢往前跨大步，好，保持在低的弓箭步，右手轻轻往下推地板，好，把三个关节打开，手往下扭转，三个，二。三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右脚往前踩大步，左手压地板，右手进来，一样稳定的三下，一，保持你支撑的脚还有手稳定的推着地板，再一个，三，好，每个关节都打开之后呢，待会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主运动，
今天要操作的动作是弓箭步的等长支撑。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你在跑步的过程中，因为你的大腿后侧跟臀部都是在一个稳定的距离状态下去收缩，所以我们希望在支撑的过程中去强化你的肌力。那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，请你记得，我们把你的左脚呢先很舒服的往前踩一步，把后脚往后推大步，然后我们在低的位置保持稳定的支撑，双手放在你的胸口前方，保持脊椎拉长，脖子拉长。那我们会在这个位置呢停留30秒钟，请你专心在吸气吐气的节奏。那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后侧还有臀部开始慢慢变热，不要紧张，这是正常的，请你持续维持在这个动作上面。在操作的时候呢，请你要特别留意你的膝盖脚尖都是对齐的，不要外八或者内八，保持稳定好。希望你的前脚脚跟稳定的扎稳哦，保持前脚脚跟稳定的扎稳。然后同时间我们即将在30秒过后做个稳定的低跳，强化你的腿后侧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好，那在低跳的过程中，我们目标不是要跳高，是希望持续刺激你的大腿后侧跟臀部。如果你喜欢跑步的这个动作，对你的跑步技巧会提高。而你可以看到你的身体，看到我身体在移动的过程中，并没有过一个往前倾，或者后仰的动作，你就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跳，两脚的脚掌都很稳定的推着地板。好，30秒过后呢，稍微站起来动一动，好，让自己调整呼吸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换个角度操作给各位看。好，往前踩一步，确认前脚保持在90度，后面的脚推大步。确认是对齐的，双手一样放在胸口的前方，稳定的支撑住。好，在30秒钟的过程中，确认腿后侧跟臀部，好，慢慢感觉到你的肌肉稳定的拉长，但是因为它并没有稳定的收缩，肌肉的收缩并没有改变距离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肌肉一直在稳定的用力。那我们在30秒过后准备再跳一次，3、2、1。好，一样看到我在跳的过程中没有往上跳很高，用低跳的方式刺激你的腿后侧跟臀部。好，注意我脊椎线，我一样没有前倾，希望你好再注意呼吸。好，稳定的跳动，再一次确认了脚跟脚掌哦，很稳定的支撑在地面上。3、2、1，好，站起来动一动。那这样的流程呢，我们顶多再操作两次哦，所以会蛮辛苦的，但你会流很多汗，同时间呢会拉高你腿两侧的大腿后侧跟臀部的肌力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左脚往前踩，右脚往后退，确认你自己对齐好，挺胸，拉长脖子。好，经过两组之后呢，心跳现在会拉很高，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吐气是稳定的。那在这30秒钟的过程中，希望你可以注意自己的臀部，还有大腿后侧，我们尽量去强化它。好，30秒过后准备3、2、1，再跳一次，稳定的低跳。好，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，因为脚往前踩的时候，大腿后侧跟臀部其实没有太多距离会被拉长，所以呢肌肉是在稳定的范围下收缩，所以在这持续跳的过程中会强化你每次落地的动作，希望当你做完之后去跑步的时候效果会变好。好，现在还有3、2、1，好，站起来动一动，调个呼吸。好，准备再操作另外一只脚，右脚往前踩，确认它在90度，再次把左脚往后推大步，手放在胸口前方，稳定的支撑30秒钟。现在会稍微再更喘一点，因为经过了4组，这是第4组，所以还是确认你的呼吸还有你的脖子。会在30秒过后我们再跳一次，
哦，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臀部跟腿后侧跟相较于第一组会越来越辛苦，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忍耐下去。哦，为让自己越跑越好，你一定要坚持。好，我们准备在30秒过后再跳一次，三、二、一，稳定的姿，输出力量，哦，让你的双脚稳定的推地板。哦，大腿后侧会越来越深，臀部也会越来越深。好，再一次提醒自己的脊椎线没有前倾或后仰。三、二、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动作就到这边，希望你可以在这四组过程中，哦，持续的强化自己的大腿后侧跟臀部。好，在经过运动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做个好的缓和，让呢肌肉呢可以在隔天不会太酸痛，甚至可以提早的恢复。所以待会我们操作的时候，先伸展的腿后侧，因为我们刚刚做了很多动作呢，都跟腿部肌肉有关。所以待会呢，左脚往里面收，双手稳定的往前延伸。如果你本身柔软度并没有很好，你可以试试看，让你的双手呢抓在你的大拇指或者你的脚掌前。哦，那如果你柔软度不错，你可以试试看抓在你的脚跟。还是觉得很紧绷，记得伸展是舒服的，你可以试试看手放在你的小腿或是脚踝的外缘，避免在伸展的时候过度忍耐。那我们会在这个动作呢维持15秒钟，请你记得保持稳定的呼吸。好，让大腿后侧慢慢放松之后呢，现在让自己身体慢慢起来，用你的右手扣住你的右脚跟。好，那一样根据你的柔软度去选择你脚的位置，左手往前延伸，慢慢的把它转开，眼睛随着手的方向移动。一样，请你保持稳定的呼吸。哦，把你的腰扭转开。好，维持15秒钟之后，慢慢的回正，让我们换脚。左脚往前，右脚往内收。好，双手一样稳定往前，找到你适合的角度，避免在伸展的时候过度忍耐，稳定的呼吸。好，感觉腿后侧慢慢放松之后，现在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左脚跟，右手慢慢的往后延展，眼睛看着你手指的方向。好，请你注意你的脖子，千万不要让自己低头。好，尽量帮你的下巴跟你的身体保持一个拳头的宽度。好，在15秒后慢慢的回来，现在我们准备做躺姿的伸展，慢慢的躺下来，把你的左脚往胸口的方向延展，伸展你的臀大肌。好，如果你本身下背会悬空，请你把右脚往内收，好，确保下背是贴平的。好，在臀部伸展开之后呢，请你转边，用你的右手辅助左膝盖，慢慢靠近地板，左手往外延展。好，把你的阔筋膜当肌打开，好，它属于外侧的肌肉还有肌腱，长的肌肉尽量把它伸展开。好，维持15秒之后换边。一样，请你先抱住你右脚膝盖靠近胸口，注意下背不悬空，所以你可以跟我一样，把左脚膝盖屈起来。好，持续稳定的把你的臀部打开，专心呼吸。15秒之后，左脚伸直，用你的左手辅助把右脚的膝盖放到左边的地板，右手顺势打开，把右脚的阔筋膜张肌打开。好，一样确认自己的呼吸是稳定的。好，让我们慢慢的回正。好，请你侧坐之后慢慢回来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伸展。刚刚的运动过程中还有吗？那在刚刚的腿部训练中，一定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所以你要特别留意，热身充足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必须让心率拉高，甚至呢让你身体微微的出汗，这样在待会的在过程中，你才有办法让自己可以撑过去。那我们在过程中呢，如果觉得很辛苦，都要记得让自己就是缓和跟休息。谢谢收看今天的要健康就运动。